第三扇门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来，请按下门铃。听出来了，什么歌？我小时候听到的叫你潇洒我漂亮，你潇洒我漂亮，确定了？马上来验证一下第三扇门能不能打开，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。男人爱漂亮，不介意不介意就迷上你。我说你潇洒，你说我漂亮，谈恋爱说情话的甜蜜。现代人条件好，爱情歌能抓得牢，谈到终身大事就有烦恼。有爱情，还有面包，有房子，还有珠宝，潇洒漂亮怎能吃得饱？女人爱潇洒，男人爱漂亮，潇洒漂亮怎吃得饱？谢谢歌手陈雨琦给我们带来的这首《你潇洒我漂亮》。恭喜你，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。来，哎，刚才我说这个妈妈在电视机前看着你为梦想拼搏的过程，妈妈是在电视机前还是在咱们现场啊？在现场啊。来了是吗？是，太好了，那我们连线一下电视现场。好，认识一下亲友团啊。来，周群。好嘞，小妮你好，凯博你好，看到我们这个凯博的亲友团就在现场，我给大家介绍，这是舅妈啊，这个漂亮的姑娘是他的妻子，这位就是他一直念叨的最亲爱的妈妈了，来跟大家认识一下妈妈。 好感动哦，今天说了很多心里话，好感动，好感动。妈妈现在仍然感觉到非常有气质啊，妈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？我今年已经72岁了，这个是我的小儿子啊。我是从68年到那个四川的大巴山区，那时候分到那边是航天部的一个医院里边工作。到现在呢，我回那个已经离开那边已经30年了，一直在想着他们。儿子的愿望就是陪着你，对不对？陪我去，再去看看，看看我曾经把青春付出在那儿的。我把青春献给那个地方了，对，是吧？对对。希望今天凯博能够帮你圆梦，好不好？帮我圆梦，好。真好，我觉得这个梦想真的是特别的美好，沿着记忆的路线去寻找我们当年的青春。对对对。这个青春没有逝去，它永远驻留在我们的心里。是。帮助妈妈去找到它。是。好嘞，车凯博，那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你，继续前进。第四扇门，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